有一年的跨年，你看着就是远方，然后就是有那个市政府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唱唱唱，然后所以那一天就也喝的比较多了一点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印象中我好像有点断片，然后后来人家跟我讲的时候，是我在那个旁边那个 in house 的树丛里面，我是整个人插在里面这样，然后还被人家就是拉起来，然后后来我是整个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印象。对，这个歌叫做《星期五晚上》。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 Energy 之前有想过，继分合之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我们五个人分分合合的感觉，那在我们巨大的开会讨论，本来有一些歌我们想给很煞的东西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出乎意料，哎，没想到 Energy 可以这么活泼跟派对吧，于是我们就选了一首这个星期五晚上，让大家感觉到一个派对，一个上班族发泄压力的一个感受。哇！里面没有东西啊！我要什么？对。那20年前的话，你们星期五晚上都在做？精彩了！哇，精彩了！来，精彩了！这个、来，从阿迪开，从阿迪开，阿迪那20年前精彩了。以前还有什么 18 啊之类，就大概这一区啦，就是一些 pub 嘛，然后完之后，然后当然就是 KTV 嘛。KTV 完，然后之后就是就去吃牛肉面嘛，牛肉面嘛。有没有喝醉酒最难忘的经验？乃哥那时候真的喝醉的时候，我们庆功宴，他是不是在那边疯车？然后我们就是，譬如说走马路，过马路的时候，他还会后空翻。哦，对对，第一张是在新加坡，对对对，他喝醉是真的比较嗨一点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的跨年，你看着就是远方，然后就是有那个市政府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唱唱唱，然后所以那一天就是也喝的比较多了一点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印象中我好像有点断片，然后后来人家跟我讲的时候，是我在那个旁边那个 in house 的树丛里面，我是整个人插在里面这样，然后还被人家就是拉起来，然后后来我是整个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印象。对，叫十六吨呢，来示范一下，哎，是要这样 Q 是不是？来，哎，我要储存一下体力。来，各位，牛奶那时候在影片你就发了一个说，哎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十六吨？什么是十六吨？你简单小小示范一下，来，直接跳就好了。来，最后五六七八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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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停，嘿，六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觉得我想讲的是，我们这一次星期五晚上的副歌，我们也想要带起一个全民一起跟我们就是一起跳的这种感觉，因为这首歌其实算是我们从未尝试过的一种曲风之外呢，我们其实过往 Energy 大家都是看到我们就是在舞台上跳舞唱歌，但是比较少是跟大家可以一起互动一起跳舞，所以这一次的曲风跟排舞呢都是特别针对，是而且全民可以一起跳，而且舞蹈老师特别针对我们的歌词有稍微的设计，有一些小小的那种，这个排舞老师好，对，先看时间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那巴巴巴巴巴，